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公益大讲堂。好，那我们这个公益大讲堂呢，是桥路基金会 （Bridge Road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主办的。这个桥路基金会呢是在加州注册的一个华人的公益组织，致力于为这个在美国的华人社区服务，同时呢也做许多这个线下的公益活动哈。那从去年开始，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呢，桥路基金会联合了在湾区的许多华人社团和组织，一起筹款为医院一线的医疗机构购买 PPE 捐赠 PPE，那另外呢，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开始了我们这个 BRI 公益大讲堂，那。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办了100多期的讲座，这个讲座的主题呢，从这个疫情的关于疫情的一些知识普及科普的知识哈，到历史啊、人文啊、艺术啊各类的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哈，那已经到目前已经100多场。那我们这个桥路公益大讲堂呢，也有一个专题节目啊，叫《华裔有为》。那目前呢，我们是有一个“归步千里，开拓者的足迹”这样一个专题节目，是一个系列节目哈，为大家来介绍在硅谷的一些早期的开拓者，一些杰出华人的事迹。好，那我们今天呢也很高兴，今天应该是第4期了哈，那我们请到了我们的首位在美国的首位亚裔的大学女校长的。一个张博士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桥路基金会的发起人之一李金芬女士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好的，谢谢袁文，也谢谢幕后的 Debra，还有我们所有电脑前面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非常尊敬的张运礼博士，张校长，今天呢担任我们第5次的这个硅谷千里开拓者的足迹第5讲了。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honor 啊，非常的荣耀，我们能够请到这个首位的美国大学的亚裔的女校长。张运礼博士呢，来到我们的现场。我想很快呢，先介绍一下我们张博士的这个简单的简介啊。我们张运礼博士呢，他是夏威夷大学西罗分校荣休前的校长，是大学的高级顾问。他也是西谷米肾社区学院的前总校长，他也是圣何塞州立大学应用科学与艺术学院的前院长兼教授。张运礼博士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全美第一位亚裔女性的大学校长。她倡导教育、社区和企业的合作。在加州和夏威夷州，她促成了大学和商业界密切的合作，造福社区。她在硅谷的米肾学院开发科技和商业园，并且在西罗扩展了夏威夷大学的科技园区。并且筹到建造了9座新建筑的资金，其中包括伊米楼天文中心，这是一个现代化、世界著名的博物馆。它融合了原住民文化与世界尖端的天文科技。在他担任夏威夷大学西罗分校校长的12年任期中，他成功的在大学开设了3所新的学院，包括药学院。在他领导下，夏威夷大学西罗分校成为综合性的国际大学。我们张校长曾经担任过圣何塞州立大学23年，他担任的是应用科学和艺术学院的教授、系主任、副院长和院长。他也曾经担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营养和人力发展的主要顾问，并且在中国开展了多项高等教育课程。他也曾经担任在台湾的辅仁大学的客座教授。我们张运礼校长，他积极地参与社区工作，作为备受尊敬的社区领袖，他曾经在许多专业和社区组织的董事会任职，
包括 Workforce Silicon Valley、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Tech Museum of Innovation、San Jose Downtown Rotary、United Way、American Leadership Forum， 还有 Asian American for Community Involvement。他还曾经担任了许多国家级组织的顾问，包括国家残疾人协会、PEW 健康专业委员会、圣荷西和硅谷商业期刊呢，将我们的张韵礼博士评为湾区管理学五十强女性之一，而且我们张校长呢，也是许多奖项的获得者。比方说，他获得了白宫的表彰，他也得到了日本城西国际大学和硅谷国际技术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他也是成功大学的杰出校友。当然他是夏威夷大学西罗分校杰出服务奖，他也得了 Island Business Model Award and Role Model by the Hawaii State Legislature Statewide Role Model Woman of the Year from the California State Legislature 等等。我们张韵礼博士呢，在台湾的成功大学建筑系及化学系毕业以后呢，来到了美国的堪萨斯州立大学，获得了化学学士学位，并且得到了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的营养化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同时他拥有哈佛大学教育管理证书。我们张韵礼博士啊，他的这个经历简历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短短的这个几分钟呢，是很难形容到他的。我想张校长，首先呢，我想要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知道呢，您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我们现在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张韵礼校长到我们的节目来。谢谢，大家热烈一点啊！谢谢，谢谢，好的，不敢当。张校长，我想就是在我访问您之前呢，您跟我们大家讲几句话好吗？好，我怎么这个有点 OK 可以。现在很好，现在很好。张院长、张校长，您现在讲话可以的，你就问候一下好吗？大家好，我很高兴。刚刚那个李静芬介绍的，好像我都忘记是不是我，我好像比我高级的多的样子。Anyway， 我是张校长，太客气了。张校长太客气了，就是越成功的人有的时候真的是很谦虚。张校长真的啊，我代表我们主办方呢，还有广大的听众朋友呢，谢谢您接受我们侨路基金会的访问，在我们的这个华裔有为中间呢担任第五期的嘉宾。我们都知道呢，您在中国大陆出生，在台湾长大，北一女，成功大学堪萨斯州立大学的学士，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的硕士跟博士。你从美国保守的中西部的 Kansas 州立大学，到校风这么自由开放的 Berkeley 加州大学，您能不能先谈一下您在台湾求学的经过，以及到美国来继续深造的经历呢？跟我们大家谈一谈，聊一聊。好啊，我可以讲我五岁，你已经讲过了，五岁就到台湾，从山东，我是山东济南生的，到台湾，我有兄弟姐妹四个人，我父亲张恩树是外科医生，母亲也是妇产科小儿科的医生。我们到台湾的以后，我五岁就开始念，大六岁念了北师附小，然后在北师附小认了很多很好的朋友，张大化就是我一个同班同座的同学，我们小的时候两个人一同座，我很多年都跟他同座。所以我很了解他，也很怀念他，他是真的很好。而且我们小学同学很多人都还是很保持联络，互相鼓励。另外我在讲我家里的话，我父亲因为他是到了台湾以后，过一阵做了一个外科主任，后来过几年以后他又到了美国学心脏外科 ,specialty 心脏外科。回去就在台大医院也做外科医生，而且他是在台湾第一个开 open heart surgery 的，所以我们小的时候他非常的忙。那我母亲嘛，也是因为虽然带四个小孩，他也是医生，所以我们在家里他开诊所，又后来开叫北宁医院，
所以我们一家长大，四个小孩都非常的忙，他不太管我们，我小学中学都我们书都念得不错，可是也是互相因为岁数相当，我们很多常常讨论，父母也没有太管我们念什么课，然后我就到大学高中高中我也有很多很好朋友，大家都知道北一女在这个附近人奇多，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到很 lucky， 我们同班同学这里就有十几个，然后还有台湾也很多，我们还一直有联络，所以一直保持，我说很 lucky， 就从小一直保持很好的朋友，也互相鼓励，互相帮助，所以一切都很顺利。到了我大学就决定念成功大学，因为我那时候对建筑，对那个 design 很有兴趣。我觉得我喜欢理工，那成功大学的建筑系是很有名的，我就去了建筑系。哎，我哥哥已经在台大了，我爸爸妈妈也很高兴我去，我妈妈爸爸都是住校的，他说哎，你们去成大也好，住校这样比较像大学生活，所以我在那个里很 enjoy。第一年念了建筑系，念的还蛮喜欢的，可是后来发觉我夜里不能开夜车。很多建筑都要夜里 design， 他们也而且很多这个那个时候有些侨生都抽烟，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好像我不能夜里 design， 我就后来改了化学系，我数理向来不错，改了化学系，我大二念化学系。大二的时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给我说，那时候台南台北还差很远了，就都要写信，他写信说哎他们两个人要去非洲了。非洲，我说非洲，他们那时候我父亲接受 WHO 那个 United Nations 的 WHO 的一个聘书 要去非洲做，他们两个决定，我们小孩都大了，他们就去非洲，然后就告诉我说你可以大二念完来看我们，从非洲以后你决定你要去美国或者回台湾。那我当时也是正在念有机化学，匆匆忙忙又念很多课，又参加什么合唱团啊什么，也还蛮真的很开心。想想也好，我就暑假去看他们。一暑假，有机化学考完，我觉得哎呀，好，终于休息一下，赶快去非洲。去了非洲坐飞机，搞了几天，到了那个伊索比亚那个冈达他们的城。下了飞机，不还没下飞机，看到那个飞机场底下都是牛，所以呢飞机还不能降，那底下要赶牛，赶大概是牛，我不知道是牛羊，反正就要赶很多 animal， 才飞机才能降下来，没有好好的跑道，所以我想到没有那么那个地方就很 surprise， 结果到了以后没人来接我。发觉我一个到空空荡荡的一个荒的那个飞机场，没人来接我。那时候19岁，也没觉得怎么样。终于有一个白的女的来问我，Who are you？ Do you need help？ 那时候我英文也不怎么好，还说 Yeah yeah yeah， I need help。我说 My father is Dr. Chan。他说 Oh， Dr. Chan's daughter is supposed to come next week。他说应该他下礼拜才来。他说你是他的女儿吗？我说是啊。所以他说哎呦，那我他就赶快送我开了2-3个钟头回家，回到我爸爸那个他们医院里去。原来他是个外国护士，知道我爸爸我要来。Anyway， 我在那边住了大概40几天以后，就觉得也蛮好的，好像就完全不同的人。可是我19岁当然觉得什么都很新鲜，就后来想想还是来就申请几个美国学校。申请东边一个学校，中间一个 Kansas， 左边西边一个 UCLA， 我有一个舅舅在 UCLA， 在洛杉矶。决定以后，我就跟爸爸妈妈说我要去，决定去美国，看看那个美国的地图。我说，哎呀，我想还是去中间吧 ，Kansas， 因为这样子我东西两面都可以去，都可以将来都可以去。因为当时我们家里虽然是医生，可是父亲母亲也是，因为他们在非洲，也是联合国也是不是那么高薪的，所以我们四个小孩，所以我们都没有跟他要什么钱，我们就自己我就坐 Greyhound bus 从纽约到 Kansas， 到了 Kansas，
我19岁的时候，也没有人来接我，我也不知道是谁。夜里终于坐了一个 taxi， 跑到化学系所门口，把那个箱子一放，放在门口，那 taxi 就走了。我就等到天亮，那个系主任 the secretary 来，他说你是谁？我说我是新学生。Anyway， 就这样子就开始了 the Kansas 两年，我念化学，我念化学。还不错，我的台湾的基础吧不错，那个北一女成大都教的不错。我的化学一下子都主科化学科数理都拿的 A， 所以还当然那个有的美国的文化啦什么 general education 就比较难，比较吃力，可是还念得蛮好的，也而且交了很多朋友，因为在美国那个中西部的人也很淳朴，所以很多朋友都是 Kansas 的人，他们家里周末还请我去他们家。还有因为他看我从非洲来又是从台湾来，因为我很穷，当然我环境也不是那么多，他们就把我的旧的毛衣啊什么，那个美国女孩每个季都不换毛衣，就毛衣给我啊，我都收，我也照样穿，后来一直到 Berkeley 我还在穿。 Anyway 就这样，我然后就到4年毕业以后就就申请 graduate school。 当时我想终于我还有一个原因到 Kansas， 就是因为 Kansas 比较便宜。当时的当时一个一学期 Kansas 我还记得 exactly 107块。那我每个然后每个礼拜我就洗那实验室洗瓶子啊什么，赚1块钱一个钟头，所以2年都没有花什么钱。到了graduate school 的时候又很 lucky， 我又拿了奖学金，我申请几个学校都拿了奖学金。Berkeley 给我了 UC Berkeley 给我的奖学金，所以我就到了 Berkeley。我哥哥那时候已经从台大毕业，也当过兵，到 Stanford。那我想很近，所以我就到了 Berkeley， 到 Berkeley 念书，从开头我念遗传，后来又念营养。我现在回想，我为什么念营养，我就觉得，我在非洲的时候看到很苦的人，看到很穷的人。而且看到我还记得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我觉得脸很漂亮的小孩，可是哎呀穿的好差好差，根本没有衣服，这个都破破的，然后手上拿两个袋，走好远的路，从山上走，每天这样走来回，拿两个袋，晚上回来就没有一袋。我问他，终于问了他，他说他的两个袋要给那个富的村里的人卖掉，他那两个袋的钱就够他们全家10个人吃一天的饭。所以他们就不能吃蛋，所以他们看起来很穷的样子，而且营养很不良。所以我当然就觉得，哎呀，这个世界上贫穷太多，营养也不适当。所以后来我就第二年 graduate school 我就改成营养系的，刚好就在 biochemistry 旁边。我在念课多半都是生化啦、生理啦，我的 thesis 什么都是营养化学，后来就变成营养化学。Anyway， 这就是我在 Berkeley 的事情。我那下面你看，张校长，那个您19岁来到美国啊，然后从这个比较保守的这个中部呢，然后呢到了这个非常自由这个自由开放的这个 Berkeley， 然后你又因为有非洲的经验，所以你从化学又转读到营养啊，所以这都是感觉就是说你是一个非常有自己特殊想法的一个时代女性啊。我们都知道呢，你后来呢，是做圣何西州立大学，曾经做过他的这个院长。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您Berkeley 博士硕士博士学位拿到以后，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您到了圣何西州立大学？然后你对圣何西州立大学做了哪些的改变？然后呢，最后变成院长，可以把这个故事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吗？好啊，我其实我是家里的老三，所以我没有太觉得将来也许是长三年，也是天性，我并没有给自己 plan 将来要做什么。念 PhD 也是觉得，哎，这 Berkeley 给我奖学金，那时候我现在也在念 PhD， 我就念 PhD， 念完了，念完的时候教授也说。你那时候有几个 UC Davis 刚好也刚刚开始营养，营养刚刚比较开展，他说你要不要去 UC Davis 教，我可以 recommend 一下 assistant professor。 我后来不行，因为我先生的我等了他一年，他后来拿到 PhD 以后在 IBM， 就是 Bay Area 就是 San Jose 的 IBM
拿到 job， 我做了一年的 postdoc 以后就跟他来了三后岁，来了三后岁我就觉得哎呀蛮累的了，从小就念书，我就休息一下好了，那时候已经有个女儿一岁，我就想休息一下，在家里休息就一下。可是后来 San Jose State 有一个人知道我从 Berkeley 来拿了 PhD， 就问我要不要 job part time， 打个电话给我，写了一个 note， 我心想啊 part time 很好，只要 part time 就是一学期一个好像一个礼拜一两个课，我就开始教了 part time。教了 part time 从还又觉得好像还有时间，我就觉得正好在 City College 这两年的 college 教 chemistry 教化学，因为我还觉得我的化学底子很强，我还是现在记得化学，教了化学，教这两个课教了两几个学期以后，有个 full time open， 他们就 tenure track， 那我想要就申请了，就拿到了以后，发觉有几个女的教授跟我讲。你知不知道学校要把我们系 cancel？ 他那个我的系，我现在回想是家政系，营养课那时候在家政系，虽然是营养化学，跟化学很有关，可是他在家政系里面，所以我的发觉是，他们说要关我们的系，我说这不得了，我刚刚才拿到，而且刚刚才拿到tenure track。所以而且我那时教书教的还蛮开心的，我自己比较年轻，很多学生跟我很难得来，我就跟学生也很好，那学生也一听说就好紧张，所以我们最喜欢营养怎么可以开走，后来我就带着他们学生，还带几个老教授，我那个人也不想怎么办，我就说我们要去鉴定嘛，他们说哎呀这个我们不敢去，结果我很年轻的时候带了几个老女的白人女的教授，他跟几个学生去见那个院长，那个院长说哎呀是可能啊，因为现在经费不够，是可能我们学生不够，我说你看我们班上这么多人，我的两班我教的营养，另外几个营养化学属于食品营养都很多学生啊，他说那也是，那边那个 Dean 啊还很好，他就跟我谈，他说哎你肯教你 我不会给你 cancel， 你继续教嘛，我就教，后来我想想还是要 do something， 就有人说好像是电说你们如果叫营养，我说我们可不可以改成营养系，他说你们要营养系就要一个人家负责，当然要弄那个教材啦，还有很多很多事，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个阶段性的系主任，我们不能再考虑，所以你肯做的话我不给你薪水，可是你肯做的话看样子你很肯做，你肯做的话你可以做系主任，我叫你 coordinator， 你就 plan 你的营养系，你慢慢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 plan 很好，将来他把家政系 cancel 了以后，他没明说，我大概意思就是这样，我们还可以活我也傻傻的就跟他就说好啊，我就真的做营养做教四个课，还做系主任，等那个这等着等于所有的系主任会我都要开，因为我要知道经费啊什么，从那个时候差不多二十八九岁吧，就开始做了，后来我们真的达到系的 status， 因为我学生很多，家政系真的两年以后，就被 cancel 了，我们就营养系出来就我就正式那时候我就说我问那个老教授，你们可来肯不肯有我们要不要雇一个系主任，他们说你就做，我们一定要你做。学生也要我做，那店也说你做就好了，我们也不需要去 search， 所以我就这样就做了 founding chair of nutrition and food science department， 而且名字都是我提出来的，还有反正做了很多事，我现在回想就是而且加了很多课，又把那个加了反正 很多，后来加了硕士班，因为我发觉没有硕士班你不太容易顾到很好的教授，有 PhD 的人都喜欢教有硕士班的，可惜，那我们教了加了硕士班，又加了，后来我还有做一件，大概最后讲一件，我加这件事，我发觉学校的经费跟着人头算，你学生越多，经费越多，可是你 master degree 不能，硕士班不能那么多学生，你要养一个硕士班，你要有一个大的 undergraduate 的课，
那我就想想，学校有一种必修课，就是说每个学生，San Jose State 30000个学生，如果每个学生的必修课 Science 科学方面有9个学分，可以念化学、念物理、念生物都可以，也可以念任何 Science 有关的课。那我就发觉说，如果我们用营养来教科学的话，他们也可以，我们就申请这个 approval， 因为 你要有所有的科学的基础，要科学的什么那个我们生理的基础、物理的基础、化学的基础。我就编了一个课，跟几个教授合编一个课，叫做 Introductory to Science Through Nutrition， 就是用营养化学来教科学的原因。这个课经过一个那个 committee approval， 终于进了 science 那个，就是学生很多就可以选了。所以一下子我们班上就分十班那个 introductory science 课。后来我又在那个，这个都是一个事，另外一件事我增加 intern， 因为我发觉一定要做营养师，不然他们也没有 job， 三个在职学生想要 job， 所以我当时就开始跟那个Stanford Hospital 啦，还有各个大的食品公司跟各个医院打电话，说你们要不要收我们的实习医生。那些老教授说，哎呀，他们大概不会收我们学生啊，我就说我们试试看。结果没有，我写一封信，所有 hospital head 那个营养主任都来跟我们谈，说我们的学生很好，很 practical， 因为有的学生在那边已经做 part time， 非常又他们当然 Stanford 的教授也很喜欢跟我们学生做他的 thesis committee 啊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搞了，开始就弄了很多实验，不是实习生，然后弄了很多 part time， 又弄了 master degree。后来我再过几年我又开始，我去辅仁大学回来以后又开始跟那个别的系联络。我那边有物理，也是物理系，也有什么 occupational therapy， 是职业疗养师的训练，还有公共卫生，还有很多所有 health 的课，我都跟他们联络，就是他们那些系主任就跟我合办跨系的课，跨系的课有很多很多课系可以跨系，这跨系的课。对大家都好，对学生也好，对教授也好。所以我做了几次以后，到有一次去，那个就院长就要我做副院长，我做了2年副院长以后，有刚好院长出缺，那别的系我们有实习，我那个院别的系主任差不多一大半都要我来申请院长，他说我们前几个院长来了都是外面来的，都不太懂我们学校的事情。他说你这么年轻又肯干，你难不来做？我当时没有想到要不要做。后来我那时候我爸爸还来了三后岁，我就问他，他说哎，你反正你也是爱忙的人，你反正暑假里我看你做系主任你暑假也不去，你做院长暑假也去，那还不是一样。我爸爸居然赞成我申请，所以我就申请了，没有想到我就拿到了。拿到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校长 Bill Fullerton 打电话跟我讲，他说San Jose State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从本院 的教授或者院或者是系主任拿到院长的，他说你这个你很惊奇这样可以拿到，他说因为可能就是人缘比较好，你合作，他说我拿到。那我后来就有信心，我觉得系主任都支持我的话，他们都会跟我合作，我就把系的院的名字从 Apply Arts Science 改成 Apply Science and Arts， 其实没有太大的 difference， 可是申请 grant 啊，申请什么很大的 difference， 所以他们也说，哎，这个大家都同意，我们就反正也我就做院长的时候也是跟大家处得还蛮好的，而且我就发觉我们那个院啊叫应用伦理学院，就是每一个系都要实习的，我就很鼓励大家把那个实习的 manual 写好，然后到不同的公共那个公司啦、医院啦，还有那个我们还有系，就是传播系也在我们那边，有个 newspaper， 还有那个我们的会计系，反正各种方面的实用的系
甚至有一个行政管理系，那个是 pre-law 的系，那个系我们跟 police department 也跟还有跟那个 county city 的 government 也有 intern， 所以我就做院长的时候，几件事情就是增加实习，增加 grant， 然后跟大家合作。我做了，反正 anyway 就做院长，做的还蛮忙，可是蛮开心的。那时候就开始去社区，跟社区参加很多活动，因为San Jose State就在 downtown San Jose， 所以旁边的很多 city task force， 后来校长就要我参加代表学校，所以我那时候跟福伦社啦什么都，我就参加福伦社。我参加福伦社的时候，有200个 San Jose 的福伦社的社员，只有20个女的。那时候是还很难进去，每个人都好像觉得你奇怪，怎么一个女的来做？后来慢慢我也参加他们的工作，大家就很认可。Anyway， 这就是讲我到San Jose。张校长，张博士，就是听到您刚刚谈到这个在圣何州立大学啊，你从这个先授课，然后最后到了这个副院长，然后到教授、副院长、院长，到最后开创了这个应用文理学院院长，而且你跟社区、跟实习公司行号都做一些衔接。虽然你的校长跟你说amazing， 你是很少有这样的从自己学校里头升为院长的，那你作为一个女性的这个院长，你觉得对你来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可不可以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还是你觉得没有挑战？我当时挑战可能太多了，太多挑战的时候还没有想什么是女的，不是，我大概有一点有小事情，如果像我去开会啊，多半就要我的那时候还有一点，我雇了一个亚裔的副院长，因为我发觉除了女的少，亚裔也很少，全像他这有50%几乎是亚裔，结果那个全个学校七个月没有一个女的，也没除了我以外没有一个亚裔，亚裔连系主任都很少，好像也很少。Anyway， 终于我就雇了一个亚裔的副院长，结果大家都赞成，因为他们觉得我做得很好，随便我干嘛，好像就几乎我的系里的。Anyway， 从那以后我就觉得我既然做了一个做很多累的事情，我就应该 promote 我觉得什么很重要 ，promote 亚裔，为学生好。那女的也是，我雇了很多女的教授。那我自己觉得有没有压力？我的压力，我的挑战，我就是开会的时候，例如去开大会，就国家，我又没系，我什么连航空都在我的院里，所以是航空系我要去开，人家就是介绍定的时候，一个一个都是白的男的，而且那时候都是，哎呀，我当时觉得他们很老，都是穿 three piece suit， 有的白头发那种老男的。这么终于介绍我的时候，人家我是院长的 Dean of Applied Science San Jose State Dr. Rosette， 就好多人下来以后说，哎， you are too pretty to be a dean， 你看我那个地方听了哭笑不得，那老男的跟你是讲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就跟他讲 What's the dean supposed to look like，他把他吓一跳，那个人脸白红都分不出来，他就紧张的不得了，他怕我告他还是怎么样。因为就我说 What's the dean supposed to look like you？ 他就No， 就这种事情啊，就我大概也经过很多歧视，可是我就不太想的这种事情就把他憋回去，把他打回去。还有什么歧视啊？还有就是说多多少少人家觉得，哎，我还要开定的会。第一个开定的会 ，engineering dean 就说，dean Fan， you know， are you supposed to bring cookies？ Your nutrition department here， why don't you bring some cookies？ 哎呀，我说 ，are you kidding？ 我说 ，you are the senior， 你比我年长，如果现在开始要 bring cookie， 你在第一个，你排一个第一个的话，排到第七个，我是新的最年轻的院长，我就第七个周我就来，他也不敢讲话了。
所以以后他我们乖乖要轮流，所以我们就是从您这边呢学习到了，就是说当我们觉得有不对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应该要反问回去，也许这个是当时您接受到的一个挑战吧。那我们都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你也回到台湾去，然后你觉得在台湾跟美国两边的大学呢，你都读过书教过书，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谈一下学习环境跟学习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就是美国你是院长，然后台湾你做教授，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呢？美国其实学生啊都好，我都喜欢，所有学生我都喜欢，可是台湾的学生更好，台湾学生好亲切。我在辅大的时候住的那个特座教授的宿舍，他晚上呢好多学生来找我，一大堆坐的 office， 坐的 office 就聊天啊，讲他们做的，跟我谈得很来，而且台湾的学生上课很听话，就是就叫人家做什么事就做什么，功课从来没有不教的，至少不大学生这样子。而且你上课的话，你说什么，我有时候讲错了，他们也不敢讲话。我回去才想我讲错了。那我到那个美国学生的话，比较不太听话。我记得我的有的韩，我就刚刚雇一个年轻韩国教授，他说：“哎呀，这个学生真糟，甚至在我的上课吃饭。”吃东西还有把脚翘桌上，我说这种小事你就免一点了，不必管。后来跟几天他说没关系啊，美国学生很 creative， 叫所以美国学生就是很 creative， 他们不太独享一点。我觉得学习态度来讲一样，都一样，只要好学生还是很认真。我觉得我们也许对台湾跟大陆，我在台湾大陆也开过几个班嘛，那个学生都是现在越来越好，当年的话不太有创新，不太。也许家里讲的太，家里说你要做这个，父母管的稍微严一点，老师也管的相当严一点，就到了大学还是很怕老师，这个我觉得需要改一点。那因为你一定要 creative， 一定要问问题，即使答不问题问错了也没什么，老师没有老师会生气你问错问题的。Anyway， 这个可以改，我觉得慢慢可以改。台湾还有很好的就是说。都是有什么谢师宴，我在外面他们都谢师宴，在美国的话都到学生到毕业的话，我们老师都要请学生，根本相反的，中国人是对敬师比较好，所以华人是比较尊师重道的，对不对？尊师重道。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您曾经担任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营养人力发展的主要顾问，您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呢？可以跟我们谈谈吗？那个还是 联合国农业发展，是这个，最近我听说那个袁隆平也是，他也被 FAO， 就是这个 FAO 是很大的一个 organization， 他对他有些金钱，有些钱可以发展那个世界各国 developing country 的营养或者食品或者食品 policy。 结果我刚好也许我在 Berkeley 的教授觉得我的能力很强，就 叫我去，他们给我一个principal consultant， 一个 project， 他们要我每年去两个月，我说我不行，结果他们还答应了，就给我每年他们去一个月，我去了北京的农业大学，去了中国食品科学研究所，就像美国的 FAO。在那边 headquarter， 然后农业大学，然后北上海医科大学，然后浙江医科大学，还有湖南郴州一个医科，就这个我选了这几个点，就看看他们的营养教学方法。结果后来发现真的没有营养教学，所以我就把所有跟营养有关的那个人。聚在一起，在全国那时候还不容易啊，八几开会，全国一起开几个班，讲营养的重要，世界的营养怎么样的趋势。那中国人当年是有很多年，三四十年，我曾听说协和有训练营养师，后来都没有，所以我等于是做营养主要顾问，我带了几个各国的，一个英国的，还有几个
举个黑，因为当时他很多人会英文，所以就在美国聘请了很多，好大概五六个会讲中文的营养师陪我一起参加那种训练班，做了很训练了硕士班，还有几个营养特别班，把 public health 里面加了营养课，把这个医生的训练也加了营养课，而且跟最好的事情，我就觉得，联合国有一部分钱，我就尽量把它都给中国，因为中国大陆当时很营养是很还不够，我就给要了一些钱给中国的办班，还给他们买仪器，还有他还要我们写 policy recommendation。我还记得当时见了农业部长，我是 principal consultant， 就给他们一些建议，因为看了很多 principal 那个都有一个的建议，我当时是说你们那么。就中国当大豆那么多，为什么现在最近这几年大豆出产率生产率比较少，他们说哦，因为是出重，我们是看重那个什么人员公算是多少多少多少重就多少钱，所以大家都不太重大豆比较花时间啊 or something， 所以我们的很 strong recommendation 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大豆绝对不能减少，一定要改这个政策。后来真的是改了很多，就地那个把地的空榨，那北方的榨豆越来越增加越多，因为这个榨豆是很有很对营养很有用的。Anyway， 就做这些零碎事。像您好客气，您说做了很多零碎事，其实是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创新的工作，真的要非常谢谢您，肯定你在每一个不同的岗位上你都做的是最棒的。还有呢，就是你换跑道了，就是圣何西州立大学的院长做完以后，你从你换了跑道，到了这个北湾区最著名的这个西谷米圣社区大学呢做总校长，你能不能谈一谈，为什么你换了个跑道，而且呢你在社区大学都做了哪些非常棒的事情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要讲的都是非常棒，有的是。Anyway， 我都是尽力而做。我怎么去西谷米圣，是因为我开始就有点讲，我对社会事情很有兴趣。我觉得人，就是我大概一向都是很爱交朋友，也很爱知道人家做什么。我做，这个是 American Leadership Forum， 就是我那时候在最后在院长的最后几年，就有 American Leadership Forum 是美国训练 leader 的一个 forum， 在 Silicon Valley 的 chapter。他们每年选20个 各行各业的人，参加他们一年的 training， 那个 training 就是大家认得，像这个我是那个什么，我们还要爬山，还要爬，还要用那个绳子爬山，还要每去那个Upper Bound， 那个是 Colorado， 那有那个City Manager， 有一个副部长，还有各种大公司老板，还有各种那什么public agency 的人，还有那个 real estate， 反正都是各行各业的 leader， 他们选去，他们就问我要不要参加，我是大概是第二个，东方人，他们每年都有，一共有三，我那时候是第三届，第一届有一个中国，第二届有一个 David Lam， 后来他 Lam Research 很好的。对，我那一届还有一个余友成，他是 Intel 的 Executive VP， 余友成也是台湾来跟各个 H 同班的师大附中的，我们两个是在代表，等于不是代表，就是参加他们的各种活动，这种活动 training 很好，所以对社区的事情我就很懂了，就比较因为认得很多事情，就知道这个社区啊 Silicon Valley 这个社区很重要，大家都互相认得的话就可以互相合作。所以那个时候是那个社区大学 West Valley Mission 有空缺，有人 recommend 我，好像他们有个 board member 听说是我在 San Jose State 做院长，做的还不错，而且我也很对社区活动很尽力，然后他们又就觉得大概是anyway我有 potential， 就来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他们就 nominate 我。就是那个社区大学的校长，我被他们问以后，我想也好啊，这样子的话我就更懂得社区，因为社区大学真的是跟社区联络，而且他的 curricula 也要跟社区
也比较 flexible， 因为四年大学 的 教程很难改，社区大学的教程可以改，那个教科啊和系啊改的比较容易快一点，而且也许他叫 first 就是也可以第一个进入的，也可以最老人也可以进去，什么人都可以参加的。对，我就参加了，结果他们也是七十几个人选，居然选到我。我这个人没有在社区大学真正做过正式教授，也没有做过校长，居然拿到总校长。我去了以后才发觉，有点奇怪。他们也说，我们的 committee 决定要你，因为我不晓得为什么，反正总而言之我就去了，因为离我家很近，我又不要改。我在 Saratoga， 我家里那时候住在 Almaden Valley， 所以比圣何塞斯还近。我就在 State Take Lead， 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没有多久就发觉他们有5 million 的 deficit， 500万金赤字。对，哎呀，我说你，我跟他们的 board 说，哎，你们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呢？他说我不敢告诉你，我们告诉你就不会来了。我真是哭笑皆非，我已经去了。以后才发觉500，那这个学校是可能要被关门的，你这样子，因为你这个，因为那时候就是加州是有一个 Proposition 13以后，那个地税少了很多，那学校的那个Community College 是房地税的钱，所以一下子就是入不敷出，那个所以以前的校长就两三个都做不成，我去了以后。我就想这没办法啊，你再课人的话，我们有2000个教授公寓员工，你再课多少你也不能一下课，就是教授都有 tenure， 那你这个不能，你再课什么别的东西都没有办法，有5 million。想来想去就觉得我们有一些 excess property， 我就问了还一个朋友，你们那个你知不知道 Stanford 的 excess property 怎么弄的？那他们就跟我讲，我就找了 lawyer， 找什么决定把那个剩余的州里的我们那个 district excess property 就剩余的地，不需要用的地，因为两个学校不可能要那么多地，我们地很大，所以那个剩余的地我就想办法把它租出去，花了很大的功夫，要很找 lawyer 啊，找各种人，还要找房地产商，还要找什么，而且要 open bid。Community College 什么事情都要 open bid， 什么事情都要每两个礼拜都要又开会，为了任何事情都不能私下，所以公开做，所以公开做的相当的难，很多学校都是做不到，结果居然我也雇了很好的人，就做到了，所以我们大概第二年我就做到了，所以我们整个 district 5个 million deficit， 我拿了6个 million 回来，还有每一年。110年一共我的 contract 写的，我那时候 sign contract 这么厚，所有的 contract 什么什么，每个那个房地产公司，然后每个规划有几个 high tech 公司，有几个 restaurant， 还有 theater， 你刚刚看到 Mercado Center 那个是我们的，我就本来都是草地破草地，这个搞了那个以后非常好。所以我的 board 非常高兴，因为那个以后100年有每年4.5 million， 然后又是5年 ，anyway， 我的 contract 写得很好，50年以后我们可以拿回来，anyway， 他们就是租的人不能拿回来，所以那个 contract 写得很好，当时 high tech 需要地，我们可以 long term lease， 他们很高兴，所以我做了那个是大概我在 Community College 做的，最难，可是也算最有成就感的了。因为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用那个新的钱买了很多新的仪器，还盖了一个新的 building， 叫 Mission College。慢慢我们学校就不会赤字，而且又增加新教授。而另外一件事情，我的 Community College 就是跟那个 High Tech 公司。有点联络，我发觉他们很需要课，他们很多是 immigrant 来，想要在这里拿一个 degree， 我们就给他们上课，有的课就在
像 Applied Material, Intel, Cisco 那几个公司都在那附近，我们就跟他们谈，我们老师送到他们那里去教，他们学生可以在那边念学分，念很多学分，而且我们负责他们的时间，他们公司也答应给学生中间上课的时间，所以很多学生也是我们的学生，也是他们的学生，也是他们的雇员，而且他们对我们很好，对我们很多仪器，而且我们也不要租他们的地，我们去那边上课很好，教授也是 extra pay。然后他们的公司像 Cisco 也有人到我们学校来教，所以 anyway 我做了一个很多的叫做 community 跟着 task force 我一个 executive training task force， 就是把雇员他们的雇员要需要什么课，我们的教授想要教什么课，这种有一个会，那时候有 Iris Wen就帮我主管这个做也做得蛮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跟公司有合作。像张院长啊，张校长，就是你在做这个总校长的时候啊，做这个社区大学总校长，你觉得你做社区大学总校长，除了你说把这个原来的赤字变成不是赤字了之外，你觉得另外一个挑战是什么？对你来而言，每两个礼拜都要有个 public meeting， 有五个 union， 有学校教育那个老师工会，什么 secretary 也有工会 ，janitor 也有工会 ，police 也有工会。But anyway， 这个很，而且我两个学校每天要开车，中间就要开了40分钟来回，然后晚会 public meeting 都是晚上。所有的 public 都来，你做大小事全部 public 都要知道。我朱棣的时候全部大家都赞成，最后也有什么又有 public 的什么 very out 什么 environmental agency 通通来给你， county 也要把 approve 什么，比较有点不像，有点是大打杂，不是，好像是很艰辛哦。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后来你又从这个学这个转到了这个夏威夷大学，你可不可以做夏威夷大学这个西罗分校的这个校长，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这是真正的第一位亚裔的大学的女校长，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要到这个大学去做女校长，你的挑战，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是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跟津津乐道的事情？我那个学校是做了很多事，我最后15年都在那。我是去了，我就先讲讲我怎么去的。我是到就是我在社区大学，后来都真的是很累。我就有一次 Harvard 有一个 Executive Management Training， 就请我去，刚好他们说我做过2年，要做过4年，他们要不要参加这个 Executive Management Institute， 给了我的奖学金，我就去了，在 Boston， 去 Harvard。去学了3个礼拜，最后他问我们，你们将来要做什么？有一个人就问我，你将来要做什么？你来这个 executive management 的 training， 你将来做什么？我说我还没想，他说你不是现在2年，你我说也许我想回4年的了，因为我又喜欢做 research 又什么。他说我说不过我也不想搬，因为我们家已经在 Silicon Valley， 他说我说除非 Hawaii。因为我说除非 Hawaii， 结果被他讲中了，我回去以后，回加州以后，第二天我就收到一封信，说 University of Hawaii Hilo 是那个大岛最大的一个岛的唯一的学校。他说 University of Hilo 有一个空，我们现在最后一两天是我们现在有100多人已经申请了，你有没有兴趣？有人 recommend 你来做我们的校长，你有没有兴趣？我一看这封信，我说这是被说中了，我说除非想夏威夷，就夏威夷就刚好第二个大学就要，我就说好，我就赶快申请了以后，他就又从我还是开有半开玩笑的说我的就搞了几次以后，他就从120个人到60个人到70到50个人到40个人到30个人叫我去了一趟 interview 回来，第二天又写一封信来说我们现在只有10个人了，你有没有兴趣？
我就有点紧张了，没想到底要不要去，就到处。Anyway， 后来还好我因为做过学区，我做过那个总评这个 accreditation team， 加州跟那个夏威夷都是在美国西部的教育总评的，我是总评委员会的委员，我去过夏威夷看过那个大学，看到了另外一个大学 Hill Honolulu 的分校，我们这个是 Hill 的分校，我至少知道他们一点事情，我就说那大概还是有点好，有点不错，我就最后我的有一天那个总校长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们现在只有最后三个人了，你是我三个人里面我最要的，你要告诉我你到底要不要来，不然那里我要把这个 cancel search， 没有人适合我。他说你不过我可以请你跟你先生来一个礼拜。我说好吧，那我们就跟我先生谈，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回来，我真的又很难决定，我就打个电话给田汤明校长，那时候他是 UC Berkeley 校长，我认得他。我问他，我说还要问张大化，张大化我老朋友，张大化说你可以去了回要回来，我们这里需要你。但是你不能到一直都不回来啊。那个可是那个张大不是张大化，那个田汤明都想了老半天，他说这个学校啊需要很大的精力，这个学校三十多年都没有人真的把它好好弄。他说你这个能力很强，你应该去。要我是你的话，我会去。他说可是做的真的他真的做不下去就回来。他说你反正加州很多学校，你可以回来这边做校长。他说你现在去一下，因为你从2年的要回，刚好他们要找你，而且他们很适合你。你就去吧，我就听了他的话，就我就答应去了，而那就去了那个做了很多事。我真的去了以后，他们本来没有硕士班，我就加了六个硕士班，又加了很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的钱。我去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问我说，我们的学教授都有 PhD， 也有很多 science， 为什么我们不能没有拿有什么特别的经费？他就跟我讲那个联邦政府有一些钱给一些州，他需要这个 research， 你可以申请这个，你们好像你们州没有申请，我回来一天赶快就申请了，就所以叫做 experimental program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research， 就这种就是一个大批钱，这个有他给一州，那个州需要，那我就写了一个 proposal。说我们州里需要这个 economic development， 又需要 research， 有海洋，有天文，需要这个 research， 写了一个大 proposal， 结果没想到就拿到了，拿到那个另外那个学校，那个 Honolulu 那个学校 Manoa 签署，他们也拿了一半，我做了事，他们拿了一半，也不错了，他们本来不是，我只好给他们一半，因为他们是总大学，我们当时 master 的美国刚开始，根本没有 PhD， 所以我拿了那个钱以后就增加 master， 增加了。后来又增加了一个，我增加了很多了，增加了Hawaiian language， 还增加了因为他们 Hawaiian native， 他们是很注重他们语言，又增加了很多 science program， 最后增加一个 pharmacy， 因为那个药学院，我觉得他们需要一个这个，Hawaii 没有药学院，就增加那个，也就花了很大的精力，另外还有做一个天文博物馆，你刚刚讲的天文博物馆，那个天文博物馆也是很难的。这个 Senator Inouye 是最那个老牌的最好的一个 Senator， 他是日裔，他就很 support 我。我一去的话，见到他的时候，我记得他来，他还给我写封信，他来见我，因为我是新的校长。我说那明老先生，我就跟他讲英文，说我怎么好意思你来见我？他那时候已经是年高，非常非常有名，非常那个 Watergate 就是他负责的，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在全世界都被重视，所以他可能他真的来看我，他来看我那天啊，我怎么亮命？可是我就从楼下送他下楼，然后跟他说再见啊，什么什么。他回去就跟人家讲 ，This chancellor has something。你们知道，他说我也是儒家思想。他说他也是儒家思想，
要注意什么近，我们是近视，他是近老。Anyway， 我就后来一直跟他感情很好，所以他就帮我很多事情。我要做 farmers， 他也说，他说哎，这个大岛是需要，他说医学院在那个 Honolulu， 你要这个的话，我知道你的总校不见得会肯给你，不过我也不能给你钱，可是我可以想办法给你的 info。但是我要做什么？后来我跟天文台讨论。要天文呢也是个很大的事情，天文因为天文是非常美，那个是非常重要在夏威夷，因为它那个山很近，一个白雪山在山上就没有灯光，所以最好的天文台就在那边 30 meter telescope 30米的 telescope 要在那边建，想要在那边建，可是那边的大岛的居民原住民很多不高兴的，他说他们的是他们的地方，他没什么好处，把他趴的山弄了一个一个 pothole， 他们觉得是对他们圣山什么雪山圣山有不尊敬，他们这些都是白人搞的事。他说 anyway， 他们的原住民很不高兴，我就要做和事佬，就整天跟原住民的人谈，要跟那个 scientist 谈 ，scientist 就说我们对他们多好，他们都不对我们不好，反正就是好像吵架。那个最高的 scientist 跟最普通的原住民就不能和，那我就有点想 matchmaker， 我说这辈子就是合适了，帮这边，跟学生讲有好处，那学生就告诉他父母，然后最后就盖一个天文博物馆，天文博物馆里面要教原住民，就叫一个天文世界第一个天文原住民和的博物馆。这个东西花了我28个 million， 那个最后我在那边十几年，最后几年几乎花了一半的时间在这个，还有另外一半就是 pharmacy， 花了很多时间，因为这个要做和事佬，还要要钱，这个州里当然不给你这个钱，没有人给你这个钱，所以要去联邦政府要钱，要去 NASA， 我一天跑 NASA， 跟 NASA 合作，又要写各种 proposal， 要。一天到晚要有各种 committee 来谈，那个天文台的人认为，因为我们做天文台为什么要还要搞原住民的东西呢？那我们原住民的人就说他们搞天文台，哎，对，我就一直做和事佬，最后做盖了一个很有名的天文博物馆，叫做一米楼，你们以后下次可以去看看，还是很好，现在很多对当地的小孩很好，对当地的教育很好，因为。唯一就是他们有 science 教育，他们教育好的话，他们下一代就会用到这个，而且就会可以在那边做事，他们这个他们就会支持这个天文，否则的话，他们的小孩将来只能做 janitor 的话，他们绝对不要这个的，所以这个我就要做挂钩，两个挂钩这样，我在那边几乎每天都在忙不同的 project。最后盖了差不多8个 different building， 这个是天文博物馆，我还雇了那个 Peter Giles， 就在我旁边，这个 Peter Giles 是以前这边的 Tech Museum 的 director， 他就是我那时候刚刚要盖天文博物馆的话，他刚好要退休，我就打电话给他的，我认得他，我就说你来要不要来，他好高兴，就是他帮我们做第一任的 director， 把所有的那个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也帮我做很多。他也很对原住民也很好，我们每次开任何的开幕典礼都要有夏威夷的人唱夏威夷的歌，还要跟夏威夷的每一个都要很有点像中国那个拜，像拜他天地的这样子，每个都这就是天文台开幕。 anyway 就是我做了夏威夷做了还蛮开心的，因为那个学校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program， 而且本来只有大学，我就去了，不但给他加了硕士，还加了博士，还加了各种，加了很多学生，加了很多 grant， 那个就是那个科学金，科学什么 grant， 我不晓得，科学就奖学金，研究经费，我就常常跑华盛顿，也常常跑那个跑。跑加州这边有 NASA， 我跟他们合作。Anyway， 这是开幕的，这是 Imola 开幕，这是 Senator Inouye 的太太，因为那时候那个 Inouye 已经过了。
这个是Pharmacy Building 这个药学院开幕，这是前两年，药学院不是他已经早就开幕了，我给他弄了 building， 最后呢，那个整个 州里给了我们20 million 盖一个那个 building， 我最近才去的，这是药学院，我们现在每年毕业60-60个药剂师，本来没有药剂师，所以药剂师都要去本岛什么本土的 mainland 来学，现在很多了，现在很好，都是学校校舍。我在那边做了12年的校长，然后做了3年的教授，就是教授比较开心，就是教授比较容易，比较可以教学生。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教学生。所以张校长，那这个是什么图？这个是我们学校的对面就是。这个这边就是白的是那个 Emilow， 就是疫苗。嗯哼。那另外几个就是我那时候盖的这边就是药学系，那边是 Hawaii Land 有里面的这些学校对面。所以这个学校啊，就是这个夏威夷大学的西罗分部啊，现在变成了一个完全的一个大学。您作为一个这么有影响力这么勤勤恳恳做事的校长，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秘诀好吗？秘诀，我觉得每个人的事情都不容易。我这盖了个 New Science Technology Building， 也是跟州政府要钱，他们说，我就说我，你看我那边拿了，我是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就给我钱，你们不给我钱，我将来有都雇了 scientist 没地方做实验，学生没时间实验，跟他们哎那个，我拿了这个 building 很高兴。我看我为什么New Student Survey 也盖了学生大楼。Anyway， 我看我还不知道怎么讲，每个人做事都有挑战嘛。你的问题是什么？是的，所以我觉得你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每一个人做事情都有挑战，只要努力去做，勤勤恳恳去做。你在好娃伊这个大学12年，我想你可能做了24年或者是36年的事情了。是做了很多事，我觉得，也许你讲的就是。大家都知道苦干当然很重要，另外就是要团队。我平常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做，多半都不是我做，都是别人做。我就是很信任人，是我也不太挑小的。美国人有人说你像男的，我就因为我不太挑小的，我说这个不是男的，女人也要有的事情，就是你不能抓所有的抓，你要抓大不抓小。所以我经常重要事情很注意做，不太重要的事情有人做就行了。就是我一向的团队很好，而且我一向是雇得很好的人，而且人都跟我很好，就我各种上上下下的人都把我当朋友，我自己也当朋友。那另外就是还是找钱很重要，你没有资金什么都做不到，所以想办法。想办法，你要找钱也不需要跟他要钱，你要告诉他你能做什么，为他有什么好处。Thi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我说我们夏威夷州如果没有研究的话，你们那个全国的天文就没有地方去，要去南美洲，你还哎那各种方面都跟他讲，互相合作。每一个跟人家要钱，跟州里，我那个每次跟州议员他们要钱，我都请他们来我们学校，然后跟我们学校的附近的商会啊什么，我跟商会，我都是商会的会员，商会啊什么 chamber 各种，我都跟他们都很熟，市长啊、县长啊，通通都说，哎呀，你要盖这个很好，我们可以帮忙，所以他们都跟我一起跟那个议员谈，跟州长谈。所以我就是找钱就是要合作，也要合作也要找钱，就是还要信任，就是。是，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非常好，就是除了苦干实干之外，你信任跟你一起合作的团队，然后呢放手让大家去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像您有这个领导力，这个领导力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培养出来的？张校长，领导力是与生俱来的吗？还是要培养的？我想大概是培养的。我想我们家如果讲自己，小姐，我们父母都很忙，他们并没有说特别
要我们怎么做，可是他培养我们自立。我们每个我哥哥城市大学校长做了12年，我姐姐在 Motorola 做的很高级的这个 director， 然后弟弟做很好的牙医，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而且专业 professional。因为父母没有给我们太大的压力，给我们就说你们好好做。所以我想这个培养是他培养我们。我在12岁的时候，我姐姐那时候13岁半，我们就所有家里的医院的被单呐、什么床罩，什么都是我们两个用机器做，给他们做。我记得那个窗罩都是我们做。我妈妈是叫我们女孩，所有东西衣服都要自己做的。我从小，所以我后来很喜欢 design， 衣服都自己做的。然后反正家里什么，我哥哥也做很多事，我们每个人都分的，叫我们自己想办法。分工合作。那父母会因材施教吗？比方说发现你在某一些方面特别有兴趣，他会培养你这方面，还是你们完全独立发展的呢？我想我父亲对文学，他是外科医生，不过他对文学很有历史很有兴趣，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是受到。那我哥哥特别文学好，他也许跟我父亲学的很多。没有，他并没有，我想我父亲并没有叫我们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做。我们要去念电机，他说要讲化学，他也说好。我说来美国也说好，好像那这样只要你自己想办法就行了，好像也没有说要我要给你。不过就是，对，不过感觉就是你的父母对孩子就像你信任你的 team player 一样，你的父母是信任你的。那就是我知道你在这个哈瓦伊大学的时候呢，你捐了一个10万元设立的一个杰出讲座的基金。就是说今天这个讲座基金有没有取得什么样的成效呢？哎，这个我很得意。哎，这个不是我得意，是我们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觉得我花了很多功夫，希望这个学校更变得更好，这个社区变得更好，我就给了10万块，就是 matching fund， 现在差不多30 300万。我们第一个 speaker 就前2年我还去了，我有一些照片，就是 Dr. Jennifer Doudou， 她今年拿到 Nobel Prize。 哇，这个 speaker 我就很 lucky。 我的 criteria 是最好是 scientist， 最好是International known， 最好是女的。Anyway， 我的所有的 criteria 就是给个 committee， 他们选了他，他当然运气好，是他是 Hilo 长大，他在我们学校高中的时候就做过一些研究，他在 UC Berkeley 教授，他拿到第一个女的 scientist 拿到那个 Nobel Prize， Jennifer Doudou。 所以我那个明年我们要请的是那个 Packer， Julie Packer， Packer 是那个 Hilo Packer 的女儿。他是这边的那个 Marine World 是吧？不是 Marine Land， 反正在那个 Carmel 的那个是他弄的。他是很好的海洋学家，他也答应我，我认得他一大点，他也答应我他去讲。而且他们这些人讲啊，我这个是等到是永这个钱永远这个永远可以每一年都可以请一个 speaker。他们这些人根本都不要我的钱。他们都有钱嘛，就说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可以 last forever， 所以我的目的就是这样子。这些人顶多给他搞个飞机，给他飞机票，他的桌面都不要我的。是，我们也希望，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张校长，你在好哇伊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也许下次你可以在我们的湾区也开这样子的讲座，让我们湾区的朋友们都能够因你而能够更受益。湾区更比我好的人多得多。还有一点在夏威夷，我很高兴的最后一年，有一天有人打电话 ，development office 就是那个打电话给我说 ，Doctor said， you have 1.5 million anonymous donor give you the money， 1.5 million 是没、不知名不具名什么不说不具名的人、是给了我给我的一点，当时给学校是用我的名。他说我就一直问是哪里来的，他们就不肯讲。他说没有那个人，那个 give 那个 donor 不肯讲，就给了我，又是我1.5。他最后我们后来发现 New York Times 也登了，他给了19个，全美国选了19个，都是女校长。
他说选的对，当然女校长不止十九个，他说选的，他说他们有个 criteria 是 make the most difference， 他说 criteria make the most difference， 他也没有说女校长，他说全美国的校学校里面，他选了十九个 make the most difference in the last five years。所以我就被选到了，所以我很高兴。那个一个实至名归，这是实至名归。对啊，我那时候很高兴，因为那个东西一点五个没人对学校很好，很好。我走的时候等于是把 student service 也更加了一些，加用那个钱很有 international program， 我一直没有钱，就给了我走以前就给了那个 student service international director， 叫他去用。Anyway， 那个很好 ，anonymous， 一直是 anonymous， 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有人说是。就是 Winfrey 还是或者有人说是 Anyway， 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个他就是真正的无名氏，对。但是就是说你是被选为作为 Make Most the Difference 的校长，为你的学校能够争取到 1.5 个 millions。然后今天我们在这个台上呢，好多人问问题了，我还有两个问题啊，很快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你把学校跟社区，跟这个企业界融合在一起，那而且同时呢，就是等于就是最标准的所谓的融入主流社会了，您呢在这一方面真的我们认为是非常有影响力成功的典范。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尤其是现在全美各地呢都有这种反抗啊，这种有点仇恨的这种事件，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对未来亚裔有些什么样的展望，有哪些期许呢？你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吗？我认为 okay， 大概你知道我一向觉得融入主流这会非常重要，你不融入的话你没有办法 influence， 并不是真的要融入完全被美国的 melting pot， 我认为是我们把我们的中国的华人的长处放进去影响他们的决策，他们也是每个社区每个州每个人都是要都是大家的 input 才进去的，所以融入者的社会非常重要。我自己当然是能参加任何，我很多大概参加太多了，有时候我觉得参加各种他们其实都很欢迎，其实美国的社会很希望大家有 input， 你不要去跟他吵，就是跟他 input 慢慢慢慢你有跟他不同的的意见的话可以 discuss， 可以把你的意见讲出来，慢慢慢慢就会改他的政策，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那我觉得下一代比我们代好了，下一代因为他们英文更好，他们都是很好。那个最近你说亚裔这个是非常非常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想可以告诉我想我们真的 要注意 要参加，而且要不是光against something， 要 for something， 要 for diversity， 要多元化。我在从最开始就做就顾 不能光顾华裔教授，也要顾拉丁教授，也要顾黑人教授，因为他们如果是 underserved 的人都要一起合作，我是希望呢亚裔对他要合作，然后别的那个 underserved 的也要合作，因为你一个小小的 group 自己 fight 就不容易，所以跟大家合作，然后参加真的参加也真的做事，这是很重要。我想还我看到最近很多人参加非常好。我们这个像从 CC 啊 Sandy 这些大家很多很多人都 Cam Fong， 反正很多很多人都参加这种 APAPA KAPA 这 organization， 很多很多 organization， American Leadership Forum 也有一个 Asian organization， 大家都要参加告诉他这个不可以的事情，不可以歧视亚裔，我们也不会歧视黑人，大家都不要歧视，大家都要尽力合作，尽力把个社区弄得好。我想这种事情是一天改不过，不过一定要慢慢加入有 input， 不光融入，我要主流也要融入以后给他意见，增加他们的 understanding， 不能只是听他们的。当然融入就是要互相
了解互相合作。我自己也参加也一些，最近参加也还参加一些东西。不过我最近还参加那个，我觉得华裔的这边的事情，像你们的新兴教育基金会，我也参加，因为张大华是我的老朋友，他非常，他这个事情非常认真，我也觉得这非常重要。中国的那个乡远地区还是需要，那个有的学生还是贫穷，教学还是不够水准。那另外我还参加的博爱，博爱是以前参加跟李建林的。去参加，我最近参加那个什么新希望癌症华人癌症关怀基金会，这个也很好，因为华人很多人得的癌症，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 handle， 很多很多事需要帮忙的，所以我参加那个参加新兴，我觉得能够有机会参加这些东西，大家也可以学很多。我看到他们义工真的好。你们这些义工啊，都是真是认真，真的，而且对爱心，这个人人的话，就是人活一辈子就是要爱心啊，参加合作啊，这种东西。Anyway， 我是希望大家都不要觉得这个亚裔那个这个时候就很 depressing， 就不参加，还是要参加。谢谢我们校长啊，给我们这个鼓励。那我们想最后呢，就是说应这个主办方啊，要我再问一个问题。您现在是一个退休生活，那您有一些什么兴趣爱好是你以前没有完成的，现在你想把它完成了，跟我们大概谈一谈，然后我们就开始要进到这个观众的环节了，因为大家已经有15个问题在那等着了。OK， 我现在在学唱歌。学唱歌。对，喜欢唱歌唱吧。我现在有那个什么刘星，还有赵周，周国权，我东西华，那还有那个金岩南他们 ，anyway， 我们的老人和万年青合唱团，我在里面学，学了不少，不过还有的成绩还不够好 ，anyway， 我还在学钢琴，我从小就弹，不过弹的也好久不弹了。所以终于用那个，我一直每次有钢琴的价位也没有用，都要送掉了。在阿玛店也有一个也送掉了。最近跟那个冯一健的弟弟借来一个钢琴，所以我现在开始，终于最近这一两个礼拜才开始学，再想把以前弹过的歌再好好练一练。好的，好的，我想还做运动，还做很多运动。跟那个雷荣生在做运动。好的，我们现在今天我们真的是非常谢谢我们张云里校长呢，为我们来谈谈他的这个过去在教育界还有在社会界做的这种故事的分享，我们真的非常感激。那现在呢，就是我们大家先给你个掌声啊，就谢谢你。然后呢，下面呢，我们谢谢你的。哪里？下面呢，我们要请袁文呢来继续就是我们需要跟观众互动。袁文，请你来继续互动好吗？好的，好，谢谢清芬姐，然后非常感谢张校长哈，讲了很多他的这个故事啊，然后我已经听过好几遍，每次都听了非常感动。那这边观众里面也有一些问题哈，我先。从头看一下哈，那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就是说，因为您是开始是做教授，然后又做系主任，然后等于就说从专业的教授转为行政为重的院长职务，你觉得会有哪些改变和挑战？这个题目很好，因为我开始做院长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怎么一天什么都没做？好像一天忙的样子，什么都没做，其实是 solve 很多 problem 就是做事。从行政方面，就是我最早做院长，很多 problem 要 solve。我有300个教授，每个教授有 problem， 有的有学生有 problem， 还有 anyway 每一系都有事情。你说有什么改变？我觉得这是慢慢你就觉得你想要。Change policy， 或者你想要影响别人，或者影响你的 program， 你就要做 management。
你不做 management 的话，你永远是人家叫你教什么就教什么，你就什么都不。所以我是觉得学了很多，然后我那时候做越南更好，我有十几个系，每一系的教授的东西我都要去 interview， 最后他 final 我都 interview， 连传媒啊，什么航空啦、啊，什么 nursing， 这各个系的 accreditation report 都要看，审核。然后他们 interview 教授，我都跟他们学那个 advertising。我记得有个教授跟我讲，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 advertising 是用老人的 model， 不能用年轻的人。哦，我说知道，哎呀，我就学了。Anyway， 我是觉得做 management， 你只要喜欢人，你有喜欢怎么样，有点远见，想下一步要做，把这个事情什么地方做好，把哪个学校做好，哪个院做好，有点远见，又肯和人家合作。都可以做，我觉得谁都可以做，不是说中国人或者女人或者是天生念理工的就不能做，很多很多念化学的人做校长的多得很，女的做校长的也蛮多的，不是够多就是。嗯，好的，那您也是在多个学校，就说担任过领导啊。担任过校长啊、院长的这种职务哈，比如说像夏威夷大学西罗分校哈，还有州大，还有社区学院，像这些学校当中有什么区别吗？除了就说两年、四年。哦，两年的四年差很多。那个社区大学，美国是，就是说可以不需要任何的，那个高中毕业就可以上，那个多老也可以上。你只要好好去念的学费非常低，而且这个课啊，在尤其加州的最好，可以完全 transfer 的 four year， 所以你的小孩要念社区大学没有坏处，要又省钱又省力，而且有时候还可以一边在管点家或者做点事。他那课几乎你只要找了很好的 counselor， 把那 associate degree 念完，可以 transfer 到所有 state university， 也可以 transfer 到 research university。有三种 university， research university， 像 UC Berkeley、UCLA 这些 research university， like CSU 就是 San Jose State 啊，还有 San Francisco State、Pomona 啊，什么 East Bay 这些都是 state university， 那个是四年的，也有 master degree。那个 community college 是两年的，都可以 transfer， 所以当然是不同，就是因为 UC 特别贵啊。而且尤其是教授也比较贵，尤其是设备也比较贵，因为他是给有 PhD training 的。可是真的教课的话都差不多，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要念 UC， 至少我的意见是这样。我觉得 CSU Community College 的课有的相当的好，有的教授他特别为了课教课很认真，并不为他的自己的研究。嗯，非常好。我们当中啊有位叫 Mark 的一个听众哈，他说他也是原来学化学的本科哈，然后也本科和硕士，然后是学的非常好，也有过非洲工作的经历，但是因为顾及家庭原因没有申请美国大学。所以他想问一下哈，就是说现在美国的一些大学啊，特别是像藤校啊什么，在选拔国际留学生或者是对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留学生，他们主要考量就是说录取的标准是在哪些方面，相对于二十年前对这个来自大陆的这个招生情况哈，有什么变化或者趋势，你有没有什么了解的地方？我这两三年不太清楚，不过我想是美国其实以校长跟教授的 point of view， 我们很喜欢外国学生。外国学生，因为我花很多功夫去跟国内、台湾、日本、韩国去 recruit， 跟他们 cooperate。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对我们学生也好，学生也认得，互相认得。那我就很高兴他们来。我学的教授方面、教育方面，就是美国政府的 political， 那我就不太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太喜欢来。所以我觉得还是想要去 coordinate， 就去 find out exactly
其实人可以大概还是会收嘛，总不会完全不收了，他肯定是可能减一点。那美国自己如果 他没有中国学生，没有印度学生的话，那对美国的那个科学研究差很多啊。叫那个美国的 postdoc， 美国的研究生，像我们当年拿 NIH 那 Berkeley 的时候拿 NIH 的，对，帮他做好多事啊，廉价劳工，而且将来拿到 Nobel Prize 很多的很多，我当年拿的 Nobel， 有很多人都是外国人，所以对美国来讲是好事。我觉得现在 Biden 以后慢慢应该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对外国学生会更欢迎一点。嗯。好的，您刚才也提到哈，在您的分享的时候也提到，就是说您非常信任你的团队，然后呢实际上就说我们有位观众也是说，校长很多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一个是找钱，一个是找人哈，找到老师，找学生，然后呢这个团队哈也是非常重要。那您有什么招聘人才的秘诀吗？怎么才能够组建一个好的团队？哎呀，这个见仁见智，我是很信任人，可是美国这也不说，也真的讲的太，我都是念 public university， 都要经过 search， 要做 national search， 所以 national search 而且要 committee， 校长不能随便抓一个人就进来，一定要 committee， 各种 committee 一个 screen， 那个 committee 你要怎么样 appoint committee 就是很这个问题。Committee 要 represent 不同的 field， 但最后当然还是校长来决定的，重要的大的东西。我一向都是我有几个 principle， 一个就是他要能干，要肯干；第三个就是我要 diversify， 因为我不要不尽量不用白男的，如果是一样的话，我宁愿用亚洲人、黑人。女的，反正我的 criteria 比较 diversify， 因为我觉得学校不够 diversify，所以我有这个理由，如果 everything equal， 我就会雇，像我在最后的 day 就雇了一个亚裔的副院长，那我当时还问我校长说，那个副院长他从洛杉矶那边上来，他说，哎，你第一个亚裔院长，你要雇我的话，你是必是。亚裔的副院长会不会有人讲话呢？我们学校只有七个月。我说不会了，我给打个电话给校长，我跟校长讲，校长说 No of course not。 结果我就真的雇了一个亚裔副院长，他就帮我做了很久，我走了以后也跟他做了十年，他日裔 Mike Aver， 你们大概知道，他我就信了他了嘛，因为刚好他申请他到 finalist 大家都差不多的时候，我就选了一个。我是觉得那么多亚裔的学生，为什么我第一个亚裔的校长，我院长我不做，找谁做？我不找谁找？ Anyway， 就要 tough 一点，要肯去 make a decision。嗯，好，那那个张校长哈，在教育行业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哈，也有很多的成就。有很强的领导力和女性坚韧精神哈，这个是我们观众的一个评价哈，令人非常敬佩。他在问就是说您有没有或者是过去哈，您有没有想过或争取过其他的公职哈，包括像参选市议员啊，或者是 government job 啊，这些没有张大话就是讲大话朱炳明那几个人啊，常常要我做，我说我不会做，因为我家里从小就说要念书，我大概从小就是觉得念书我不会，我觉得当年我父亲对 politician 不是很好的事情，所以当年我就没有。现在如果我下一辈的话，我如果是重生或者我的 grandchildren 们，我觉得他们要参加我很赞成。不过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现在是很多年轻人参加，我很赞成，我很赞成。我自己本身没有兴趣，没有机会，也没有兴趣。那个我参加很多助选，我觉得像阿帕帕这种东西，帮助很多年轻人。Michael Chan 帮助那个也是帮助很多人的，什么对 Barry Chan， 反正这些人都非常热心帮助有人要竞选的人。那个、对对对，那个。
那个 Sandy 跟 Sandy Chow 跟那个 CCE 尤其帮助了很多很多最穷的人，所以我希望大家自觉，我自己本身我可以帮忙，可是我不能自觉，太老了，我从来没想。对对对，是知道您也是在参与了很多这个社区的工作上，也是在支持华人去参与社会和参与竞选哈。那他接下来一个问题说，您有没有什么遗憾的问题？好，您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我是当然遗憾一定有，不过我从来不是标榜的，是我人是要往前走，人要 responsible for your own happiness。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your own health, own happiness. 往后going back, you know, there are always things you miss, or you think you could have done better, or you know, you're sad about it, but you have to go forward. 就是要向前走。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大的遗憾。好，那非常积极的态度哈。好，那您也做了这做校长啊，做院长啊，就说这个在这个专业上，这个是有很多的这个付出哈。那大家很好奇，就说您是怎么来平衡你的职业和你的家庭生活？我运气不错，而且我比较大而化之，大概我不是那么仔细。所以我的女儿跟儿子都做点事，从小他们一三五洗碗，二四六谁洗一个洗一个，二四六一直到大学他们还说，哎，今天是一三五，我到我家了还是要帮我洗碗。 anyway 我的两个小孩都蛮听话的，我其实我父母都没有帮过我，因为他们自己很忙，他们在纽约那时候，所以我都是自己 handle， 我也很好的邻居啦，又找不错的 sitter 啦。Anyway， 我觉得怎么 handle balance， 我也不是 balance 的最好，我尽量 balance。人就是，我还是有我母亲当年就是，虽然她做开诊所开医院，可是我们家的事情她还是不管。我们家以前我的先生也是，事情还是我管。大小小小孩念书啊，什么小孩上学啊，大事都是还是我管，那上吃饭睡觉啊什么都还是我管，还是可以管嘛。我觉得尤其我小孩很小的时候，我常常带他们去学校，我记得他们上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在那边去他们就去图书馆嘛，他们就看书啊。我的儿子很高兴，那时候我们 multiple choice 那个 exam，他还帮我用那个 card 把 multiple choice 点点点点点哪个错哪个错，十几岁的就十一二岁的就帮我做这个事情，到 weekend 到学校去，也蛮好的吧。而且那时候他们参加 children music theater 在 downtown San Jose， 他参加 California Youth Symphony 也在，我都是送了他们我就去学校，或者就在那边等他们，他们也都知道大概人要 balance life。所以都没有太大 complaint。 非常好。然后您也有很多业余爱好哈，弹钢琴啊，插花呀，然后唱歌哈。刚才有位观众还说，哎，能在这边唱一首歌。唱的七差不差，我唱了万年青的合唱团，人要把我带。是，所以就是因为时间关系哈，那我们就最后再谈一下，这最后再一个问题哈，因为你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女性，然后你现在也在享受一个很好的一个退休的生活哈，然后呢家庭也很幸福。那这边有位观众想特别请您来谈一下您现在的先生龚新宪先生，你最欣赏他的是什么？我这个作为结局。他很诚恳，他很 low key， 可是他的参与主流社会真是非常敬，可敬。他任何需要他的事情，尤其跟参加主流社会跟华人的有事，他都会赞助，而且会
我们两个现在他也是 American Leadership Forum， 我也是 American Leadership Forum， 他也是布伦社，我也是布伦社，很多事情有点像，不过他比我还要 dedicated， 我好像这个事情，因为我一直在做事嘛，他的比较更 dedicated， 他人很诚恳又很好，我们非常 lucky， 就是性格像又是一个同一个都是 university 的，又是都是成大的，互相我们每天都还有很多好朋友一起走路啊，都很好 ，Chester 王啊什么。我们这个退休的 life 还不错，健康要健康样子，好的，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哈，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呢就到这里为止哈，那我们非常感谢Rose 来在这边来跟我们分享您在这个教育您的经历哈，您的很多故事，那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谢谢张校长，再见。谢谢。